我们在一起，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，向往的生活超级合作伙伴奥妙凝珠，用奥妙洗衣真三效，向往的生活影像记录官真我手机，超多年轻人都在用的真我 realme， 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官喜临门，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，特仑苏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，特仑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，向往的生活超级合作伙伴奥妙凝珠，用奥妙洗衣真三效，向往的生活影像记录官真我手机，真我十一系列两亿新影像变焦更自由，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官喜临门，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。每周五晚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向往的生活第七季，会员尊享 Plus 满满直播等更多衍生节目。我们俩一起打着一把小雨伞，一起打着一把小雨伞，虽然是虽然是雨下的越来越大，只要你来照顾我，我来照顾你，我们再能够在一起我也没关系，我们俩啦我们俩谈笑风生，走在大街上，雨蒙蒙，共在伞下谈起了愿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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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拿两根香蕉椒，小香蕉，拿两根，我们俩一起来拿两根小香蕉。虽然是细细看起来有点不愿意，只要两根香香蕉，谢谢，绝对不多要，一人一根小香蕉，拿两根，一个人拿着两根，留两根下次再来拿。这歌词还挺像咱现在情境的，对，谈起俩愿望，不管未来什么，多路多漫长，来喝茶，喝茶，饿了就吃一根大香蕉。哎呀！很。帮你拿这个放后头去，还是要放后备箱，甩后面就行了。哦，好，好热啊今天。哎呀天哪，我穿多了。不是说今天下雨？哎呦，那你会不会冷啊？但是没下呀，太阳都出来了。我第一次录这样的综艺。我也是。是吧？咋说的那么小声也没用，感觉好像这样可以别人听不见，但事实上没有用。好像快到了。敬林子。这就真的氧吧呀。早起来，早上起来出来溜溜弯，跑步啊。嗯，你跑吗早上？我不跑，我喜欢糗着。我的口号生命在于糗着。你的口号可以生命在于运动是吧？就最近你就会觉得稍微动一动吧，挺舒服的。对，应该动一点。啊，哎，到了。嗨。这个怎么开呀？我来。
还好，你小心点。主要有武器，嗯。哦，这么多竹笋，看。哦。哦。哎，这是能挖的吗？是从哪里走？哦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我看见鸭子了，我看见鹅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边有鹅。这是每天早上能收鸡蛋吗？向往的生活呀。对。听到动静了。姑娘，是吗？是女生。姑娘就迎一下吧。嗨。吴越老师。嗨。何老师。哎，万茜老师你好，你们穿的也好搭呀，你们俩有配一下吗？我们是打算直接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，你找得到我吗？哇，我们三个人睡一个床吗？还有人来是吗？还有，还有一个女生，要看谁睡缝里。对，哦，家人早直接卡里面下去了。三个女孩应该要谢谢睡得看的，睡得下，睡一下，睡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到底是热还是冷啊？现在是不是有点热？因为你非常热，因为我穿了保暖衣。你去脱了，我热死了。你现在去换。你去穿太多了，导演。好好好。晚上有点冷，但是你现在真穿太多了。我太热了，太可怜了。Sony。凉快了吗？凉快了，太热了。但晚上还是会凉的。对，你带了个外套吧？那个吴越，没事。我带了羽绒，我带了羽绒，带了羽绒服。你要不冰咖啡啊？不用不用，我好像有热水，我带了。吴越，你也是养生的是吧？对，我是养生派，但没有那么，但是就不严重是吧？不严重，不严重。有人要吃吗？这啥呀？这个他可不能吃。葡萄果。他养生，他不能吃膨化食品。不不不，我就是喝冰的啥的不太行。哦，苹果是冰箱里苹果拿出来，要用温水烫一下啊，泡一下。放一放就好了，放在常温就好了。海清有一天拿起一个苹果来说：“哎，师傅，我吃个苹果，你吃呗。”那个冰苹果，冰箱里，然后拿了个热水。有一天也是迅姐啊。我们俩通视频，他在拍《如懿传》。嗯，我说你干嘛呢？他拿一本书，我看书呢。我说哟，不错啊。我说这个工作之余读读书，读什么书啊？《黄帝内经》学的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主要不太敢吃冰的，因为吃冰好像有点消化不了，就是这个胃很寒，会就一直会有这种感觉吗？还是年轻的时候没有？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这个来自于正经大夫的啊，不是你们这个养生学的，嗯，他跟我说的，他说这个胃啊，嗯，不好啊，主要就是因为喝热的，啊，他说就是一定要喝冰的，啊，喝凉的，嗯，他说因为你喝热的是你感觉这暖，但它其实是在灼伤你的胃黏膜和胃里面的这些。这个、那就是烫的吧？不是，就是热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喝热水，这个源头的话，也有一长条的各种一二三。但是它有它的科学根据，但你的身体可能就不见得就是完完全全。他们那是按西医说的，跟你们《黄帝内经》不一起。我们《黄帝内经》，《黄帝内经》是我们的，那我就太厉害了。我们几个老同志就别再说这些了，你说年轻人不需要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对，我到这儿来了，我这边的。我先把我东西拿出来。这个是给你们一人一个，叫满鸭。哦，谢谢。一人一只。那今天晚上就吃呗。三个人就你一个，然后何老师一个，然后五月姐一个，然后剩下来了再给他们。对，这个里面那就给刘五月留在这儿呗，你搁里箱子。好。万茜带了板鸭。哟，哇，那就晚上就吃热就行了。对呀。听说你晚上要做什么？你要给我们？我也没什么拿手菜，但是我会做一个菜。哪个菜？油焖笋。那你做，我们这有笋。
可以可以。马兰头其实清炒挺好的去火，放一点生抽就好了。我们怎么这么多火呀、啊？你是看啥都是火、啊。因为我刚才来了很热嘛，去捡点马兰头啥的。啊。哎呦，我好久好久没有捡马兰头了。万千，你要不要捡马兰头？你认识啊？我认识，你要不要？好呀。你没吃过吗？在上海？没有。就是去火的，比较清凉，就春天才有。就是我小时候是捡过的。应该在以前我印象中在离河比较近的地方会有。长什么样啊？我想想是不是这种啊，我要闻一下。就是它。你闻熟悉这个味儿吗？就拌着吃的。这咋认出来的？它的杆儿有点紫色。那就像这种紫色的，这都是那种啊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啊。但是它太高了，它不是头了已经。鱼腥草去火的，我这里好多呀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比马兰头好多了。但鱼腥草不是要吃那个杆儿吗？尖儿也挺好吃的。我这里好多呀，全是。你在摘什么？我在挖它的根啊。你就拿这个当铲子呗，这还行。马兰头变成了鱼腥草，也很好。那，哇塞，对吧？这些都是成年鱼腥草吗？我看看，你看，这已经长那么大了，好像还行。咱回去。好、啊，可以了。我把这根刨出来。哎，在这儿，把这放进去。好了，收工。只有折耳根了，没有了是吧？马兰头都老了。哦，行了。我做一个红烧肉。黄老师，你做红烧肉的话，放点蛋。哎，对。红烧肉，然后他要做一个笋。好。然后有一个万茜的那个酱板鸭。今天是一个吃饭的日子。酱板鸭。叮叮当，叮叮当。哎，欣欣来了，咱跟他射完，我们一会儿再捡点蛋，你还给我，我们有的是蛋。哎，这豆干其实腊肉、辣椒、豆干炒的也好吃啊，好吃的，对吧？这够炒一份了吧？绝对够了，够了啊！我到了吗？谁呀？谁来了？我没戴眼镜。嗨，何老师。乔恩，嘿嘿嘿嘿，欢迎你回来。哎呀，欢迎你啊，吴越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吴越老师啊，吴越老师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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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师好，又见面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怎么样？我要帮忙吗？你们在干嘛？太快进入，我们正在讨价还价，跟那男的讨价还价。我们还有要的吗？还有要的什么吗？他不是还要做鸡汤的吗？我做吗？哎，不是你，他们说你要做鸡汤。不是你做吗？是我做吗？他们给我讲的信息说乔恩要做一个鸡汤，啊，吴越要做红烧肉。行啊，我可以做。我要菠萝，我要做那个凤梨苦瓜鸡汤。我称一下多少？称一下，不行，我们要半只。半只、啊、对，半只也行。哎，正好半只。正好一半只。半只。好，行，您帮我们处理一下。那送我们点水果呗。
啊，那不行了，那不行了。你说你非不给我们俩面子，那就让乔恩子来。乔恩，乔恩，乔恩，那个菠萝是不是你要？我要，我要。就那一筐水果，你去做工作吧。西西特别那个心软，女孩子那个对。这个我要。可以啊，一会儿你再去捡点蛋给我吧。意思捡一下吧，好吧。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。嗯。好不好？那还是。你就送给我吧。嗯，好吧。谢谢你啊，你人真好。不客气。你能不能再送给我这个葡萄，这个葡萄啊？那我不送你了，我送给倩姐。啊，好，谢谢，比心。那你再送我一个。啊，那不行了，那不行了。嗯，好了，我走了。那你送给我下班了。吴越姐姐，吴越姐姐吧。但她不能吃凉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捂热了吃。嗯，好，那我走了。谢谢。好。你怎么这么机灵啊？你人家俩是过来就是来撑场子的，好害羞，都还不太熟。对，拿来了，来了，放在，要不要放这里？好，放在这里。黄老师，你有听过凤梨苦瓜鸡汤吗？苦瓜没有啊。啊，苦瓜没有啊。那这样，你去跟他赊完，我们一会儿再捡点蛋，你还给我，我们有的是蛋。对对对，对吧？哎，他那个车怎么不见了？他走了。西西，西西啊，西西，西西啊，你能不能给我赊两条苦瓜来？我。晚一点会拿蛋给你的，是吧？西西不知道去哪玩了。哦，他们也是散养是吗？他们非常自由，整个森林都是他们的。西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十一个蛋，半只鸡。哦，半只鸡还半只鸡呢。对对对对，好嘞，十一个蛋，十一个蛋，这欠你的哈。嗯，好嘞，十一个蛋。我拿个碗给他泡泡，先洗洗，对吧？我来洗，我来洗。我先把你们都是这么有名的厨啊，不是搁这，咱肯定是打下手。脏啊，他这个都是他的鸡、嗯、鸡带着粑粑的，先把它泡干净。好的，嗯、把鸡蛋洗了。平常在家自己做吗？我做饭。做饭呢？但是我做的没你那么那么厉害，我们都是瞎做。啊，你这一看就自己在家会弄。这个来点盐吧，安全点。哎，何老师，嗯，洗菜方面能媲美李冰冰的人出现了。对。哦，这样的这么高的评价呢？他洗出来菜都排着队。他洗出来菜长短都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吴越，你是哪一届的？我比你应该小一届吧。你九一。对。哦。反正我们就是差一届。哦。你们不是电学院吗？对吧？对。我当时也考过徐峥他们班。哦，是吧？对。没考上。我也是啊。你也考到他们班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排在徐峥后面啊。徐峥都能考上，为什么我们考不上？真是不合理。那就是这是命运的安排，这是没办法了吧？姐姐，我把那个肉拿出来给你。
这是腊肉，已经切成那个小块了。嗯，这个竹笋里面可以放一点。啊，它现在有笋吗？有，我们山上你自己挖就可以。自己去挖是吗？对，自己挖的新鲜。我可以挖个笋上来。好。姐姐，啊，然后后面有一个竹林哎，哪里？那边有一片竹林，要去晃吗？应该可以挖笋吧。我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在门口的时候看见有很多笋。走，阿姐，我们走去晃。这还有一条路，真的是不错。你看，这不是笋吗？哦，真的哦。那里还有一个美容院呢。什么？那个是美容院吗？他那干嘛的呀？不知道。但他前面摆的是盘子啊。我只可以看一眼。好奇。这个笋是能不能掰呀？不知道哎。啊，这个太大了吧。毛的是吗？能掰吗？要不算了吧。我不知道这笋子能不能掰啊？应该把那个根儿弄出来，但是我没有带工具出来，应该拿个小铲子出来。何老师，这么快？我们想要去挖笋，旁边就有那个竹林，可以啊，我挖个笋上来。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有厉害的来了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这个好。觉得哪一只比较厉害？这只肯定厉害一点，因为劲儿比较大，我觉得。哇，就这两个够了，没有更厉害的了。嗯，都带着吧。你们要挖多少根笋啊？两个就够了吧？两根吧。两根。哎，一根我怕它包出来没多少。两根。好，收到了，就两根而已，可以的。你就烧油焖的毛笋，对呀、啊，也可以、啊。我觉得腊肉跟笋，腊肉炒笋太好吃了。何老师，感不感人？很感人。去，你们先别着急收，给黄老师看一下够不够一盘菜。问一下，如果黄老师说不够的话，说不够再去。黄老师，你觉得这样够吗？我个人觉得好像也行吧，反正炒一小碗。也行。你们主要没有挖到笋的下面，啊，这还没到下面吗？对，底下还有一坨。你是希望说我们就是往下面再挖一挖是吗？都可以啊，太端正了，是吗，黄老师？你们是不是挖的挺累的呀？还行，挺快乐的。那我再去试一下好了。对，好。我觉得拿一套工具就行，你们两个。你也觉得我们工具拿的太多了？工具太多了，真是差生文具多。就是去健身房。明白明白。装备一定要齐全。成功。咱们当年挖笋，记得也是挖上半截出来的。真的，他们不知道拆出来就没多少了。嗯，拆出来真是一点点啊、哦。对，一点点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的，不过是一根笋而已。哎，我跟你拼了！就两根而已，可以的。来找你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
我这里面有好多砖头啊。我的也是。你要把砖头清出来哦。要命了，我旁边好像有一块木头，我被弄碎了。你挖出来了吗？我挖了一把了。哇，我看到蚯蚓了，哇！走吧，我不要杀你哇！快一点走啊！啊！哎，有了哎！我要再深一点，三角形，可以了。可以，我行了，挖出来了。你又把他拦腰折断了。不，算了，一起。好，我跟你小心，不要伤到他。这里，宝宝，不要用大的，用小的吧。用小的吧。长得就是一副很好吃的样子。无论如何，我今天都要吃到它。哇，这个！你出汗了，对不对？出汗了，我也出汗了，满身大汗，简直了！健身房都没流这么多汗，真的。它这已经到头了，到头了。这个底下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不知道。它是个长那个是个弯的吗？哎，我摸进去了！摸到了！拔！等一下，我尽量摸到，拔，摸到里面一点。你看，哇，好厉害！有这么小小的，对，回去可以跟黄老师交代了。哦，到头了，我真的可以回去，可以交差了，快走，回家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太不容易了。等下我要多吃一点那个笋，要吃回来了，对，汗水换来了。我们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完美吗？哇，这个有点厉害了。哇，这个也很棒。挖到。这个是汗吗？对，一身汗。绝了，我跟你说。还好粉底不流汤。黄老师，看这俩。哇，回来了，黄老师。太辛苦了。就放扔这儿就好了。辛苦了，哎，谢谢。来，我先把这个东西放了。这是我们的茶，是吧？谢谢。现在刚刚好。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挖的我只想唱歌。唱什么歌？今天好运气。喝口茶，喝口茶。好，谢谢。是可以梳一下我的头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是可以。没有发型，发型是什么？还有啥要帮忙的不？啊，现在不用。回屋躺会儿吧。可以啊。
己拍一下，搜一下是吧？臭春，什么东西？这名儿不是很好听、啊。我拒绝。我拒绝。真的是这个吗？有点像。我从后树后次拍它去。你后面拍不着吧？有，我后面带根儿，它拍它就好一点，我觉得。水杉。雪山好听，听起来古香古色的。你看，不是，这不是一个东西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哥，不是吗？不是啊。哦，好，没事儿，回头问问村民们，这还得确认一次呀。哎，何老师，哎，咱们稀缺珍贵的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然后弄点抹茶，做一个抹茶司康，刚好适合今天的美少女们。对，好嘞，我现在要准备100克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每100毫克呢有4.0克优质乳蛋白，做出来的这个司康肯定既有营养，奶香又浓郁，可以100克。我来7克抹茶粉跟牛奶。放在一起，哎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我先拿个小的。嗯，我们就放这儿吧。嗯，不冷，要不要先放到那个茶几上？哦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他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司康，但是它是用抹茶和特仑苏沙漠有机奶做的。它好好吃。很感动哈，对啊，真的来过好多人哦。嗯，你每一集都记得吗？记得。哇，而且其实我有些朋友是在这边认识的。是啊，嗯，对啊。你知道我们这是最后一季了吗？嗯。你怎么想？我怎么想啊？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就是。美好的回忆留在观众心里，他们会怀念这个节目，就挺好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人是这样子，可能他当下会想要退一退，然后你休一阵子，调整一下，人松掉，然后突然间你又会想回来了。对啊，我也是休了2年不工作又回来了，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更开心了。对啊，那你休那2年刚开始的时候会恐慌吗？哎，就是。对不对？会，因为那个节奏突然变了。对，你会不会担心没有人再需要你了？对，然后会，就是看着别人接这戏，然后那个戏本来是我打算要接的时候，然后就，哎呀，早知道就拍完再退。对，后来发现，我如果一直是这个状态的话，那我休干嘛？你大概多久开始适应了？就是觉得不会说。焦虑或者不会想工作，早上起来，我觉得半年才习惯，是不是？哎，慢慢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有人陪我呀，因为我遇到我现在老公嘛。嗯，明白。但你一个人，你非常会想，可能你有一个家庭了，你怎么会有个老公、啊？他分散你注意力嘛？他分散我的注意力，而且本身那个生活本来也是个新的方式。对，就是。我真的是回归了生活。什么？我在问他，因为他中间停了两年。我停了2年、我现在停了半年了。啊，
县委大院不是最近拍的吗？最近播的。最近播的。啊、哦，最近播的，对。嗯。影迷不会帮你算什么多久没进组什么的，算吧。也算。嗯。嗯，会，但就没看见。没看见。啊。嗯。我其实就是我一直也很想休息啊，放假，但是。你能停下来吗？你有想？我其实是可以的，我自己觉得我可以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多，我其实适应能力挺强的。你曾经停下来过吗？一个月，我那用那一个月考了咖啡师证啊什么的。我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忙，我本来是跟自己讲说，我说那好，我就放慢一点节奏，那我就只做综恩带，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老节目要延续下去都必须要做的。但是你比如说像遇到生生不息这种节目，那我就没有办法拒绝，因为我觉得太好了这个节目。对，所以我又接了。我现在就跟自己讲说，我也目前也没有更向往一种生活，另外的生活是比这个我更适应的或者更好的。对，我也在想了。对，但是有时间肯定停一停，缓一缓，那肯定是好的，我觉得是好的。这是第八季，就是做了第七季哦，第七就七年了耶、嗯，八年，因为第一季做了两年，哦，就八年了，这么久了。一开始因为播火了之后，大家来的时候其实是带着焦虑来的，都生怕自己干活干得少。我为什么要提前把床给你们铺好？就怕你们累了就可以往床里，真的。结果没有，我就不应该让你们再去挖第二轮。为啥？回来换了两个人，要两个汉堡包。我的发型都是这样子。我以为我看错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头发一点都不蓬卷了。哇，最后一集，我觉得大家都会一边看电视一边哭。没有，黄老师昨天有个很癫的想法，我好喜欢，像你就可以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通知大家这个时间点，就我们在这最后一期，然后没有通告费，但是我告诉你时间，然后出路费。哦，你想来你就，然后长桌宴，40多个人50个那吃火锅，就来过这个节目的朋友，你想来你就来，哇，好癫哦，不错哎，就制作单位也不知道说啊，他要来，他来了，推门进。对，推门进啊，你来了。这个洗好了，这个。啊，谢谢呀，谢谢什么？谢谢桃儿啊。要不要过来这边坐着聊会天？我把这边弄好。吴月姐都没有停过。对，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。他们需要吴越，需要我啊？对，我把这个东西弄好，交给我就行了，我来。交给你啊？嗯，交给我。什么叫需要吴越是啥意思？他们心疼他，觉得他在这待太久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觉得这样非常好。剩下我来接手。可是他在这儿，这个做的干的挺好的。我知道，他做太久了。因为我什么都不会，所以我想这样，我就打个下手给黄老师。对呀，你不要让他去那边尴尬呀、啊。你自己选吧，你要不要去？我就在这，我把他这个做完吧。行，全部做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再把手套戴上。对对对，我就怕你无聊。不会不会，太不会了。而且我们两个人一直也没有什么交流，这样非常好。千万不要不好意思，我也觉得这样很自在。对。这个向往的生活就是个劳动节呀。对。所以你之前说你没做过综艺，其实没压力。这个节目其实你就正常的来生活就一天。对，这个就是敢来呀、啊，别的好像有点不敢啊。我觉得干活的时候，人专注的时候会容易放松一点，然后很自由。对。
是我从昨天到现在，你没有发现我其实眼神有点奇怪，还好对不对？还好，我没有戴隐形眼镜，我四百度，所以你看我们都是蒙的。没有，看这么近是清楚的了。我没有近视，可是我今年我发现我老花了。但是你有点早哎，因为应该45岁以后才会。因为我的眼睛非常好了，太好，对，好的眼睛会。不行了，我就现在看近的很吃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吃力了，我都去配老花眼镜了。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我没有要用它，就有一次我剪指甲我真的看不到，我一戴上之后哇砰砰的剪，我就很开心很快乐，我第一次剪，我还是扶老路。我上一期才可怜，我上一期那里面光线又暗，我真的我自己坐在那边缝那个窗帘穿线的时候我真的想哭，想哭，就是我放这么远吧，它又小又弄不中，看近了就完全是模糊的，我就只能放在远的地方，凭感觉这样戳戳很久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那个时候真是无助啊，就是自己在那边缝那个的时候，能理解，真的是我们已经碰到这些问题，那我现在手机都得调到字体了。真的假的？太夸张了吧！真的呀，有点早了。我现在都是用的大屏幕，就是因为那小的我字看不见。天哪，那是近视眼还是老花眼啊？反正有一次我是这样看看不清楚，然后放远，好清楚，然后就，我说是我，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否则到时候粘个假睫毛都粘不上，崩溃了。我要吃吃你这个爆米花。你吃。也还是挺舒服的，嗯，很安静，嗯，气场比较舒服啊。他就要进房间，上灶台的就是他吧？我都怀疑是他。哎，这鸡怎么跑桌上来了？啊，哪呢？哦，让他下去吧。你下去呗。就咱那筷子，你是排练过的吗？这一溜，鸡上床，鸡上，你们出去，没有拉屎吧？哦，还好，走吧走吧，宝宝，走，我去过你窝里没有？我去过你窝里没有？他就要进房间。
你就别来啦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是怎么？你是不是有种误会？哎，对对对，你有哎，对，你有你家，我有我家，嗯，对。哦，来做饭了。哎，五位老师，黄老师。五位老师，嘿，哎，星辰，哈喽哈喽哈喽，有吗有吗有吗？哎呀，啊，你好你好，是刚刚到是吗？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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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乔恩，哎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哎，你在这里面，你们在这，男生宿舍在这儿，啊，我先把东西搁里边吧。你跟他之前咱们那个戏他你们有对手戏的是吧？你是说我们吗？啊，我跟星辰吗？对啊，我跟他是一个戏也没有，一个戏都没有。嗯，咱不是县委大院有他吗？就是没但是我们没有对手啊。哦，对，你是在前五级。对，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宁波呀，我们在宁波拍着呢。嗯，在宁波呀。对，我们在宁波拍，上午刚拍完，拍完之后，然后再过来的。上来一个厕所，哎，怎么多了个箱子啊？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来新人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你来了。对对对，来了。哎，我刚没碰你胳膊嘛，没事啊。现在已经好了。哦，好了啊。哎呀，新成来了。啊，我也去看看。星辰，你好的挺快的呀，我觉得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大臂骨折吗？啥时候啊？掰腕子的时候掰折了。我天哪！对，你看我这。哎呦天哪！对，这么长的疤呀？这么长一条，嗯，有一个20厘米的钢板。那不需要再拆的吗？就可以，要拆要拆。还要拆呀？可以不用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拆一拆。但我相当于我打完钢板之后就恢复的挺快的，就没有什么后遗症。哦。你是不是在宁波？对对对，我到时候去探班啊。你们啥时候拍完啊？我刚开始拍。哎呦，要拍到啥时候啊？拍到7月了吧？哟，热到宁波很热。对啊，我老累了，这样的。真的？我700多场戏。天哪！好吧，对，没关系，年轻人，你不累谁累呀？哎，黄老师，凤梨跟苦瓜我来切。好。就放这样吧，够了哈。然后那个破布子也放，破布子是它的灵魂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闻，你闻，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，有点像是腌，腌黄瓜那个味道。我大火煮一下，然后我来小火炖。什么响？哦，唱歌了，是不是万千要唱歌了？哦。哎，我一直在看他那一个，是真的可以用吗？应该是吧。假的。假的吗？不是吧？是不是因为没插电？假的。线路输入。所以他是要连手机的吗？不知道啊，对这种东西我很笨哎。哎，这怎么整啊？这个你好，在这里也只好清唱了。你去那给我伴奏。哦哦哦哦，有什么歌很好玩？要唱什么？好久没有去 KTV 哦，还好这些歌都很老。现在去 KTV 的歌我都不会唱。我也是。我们去有一首歌叫什么？最当爱已成往事啊，也可以，我会，我会。我们80后都是唱这样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然是，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可以跟你唱在一起。李宗盛跟那个
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里的风雨。唱吗？哎，我不是点这首，哎，我点的是郑秀文的《独一无二》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现在就开嗨？他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真能玩，他俩特别好玩。别唱太贵的歌啊！真好，还有唱歌环节。你在组里拍戏放松多了。呀呀呀！这个就特别像那种广场舞。对，尤其我们这儿听到的音响效果，对，特别不真实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幸亏生得早，我要生到现在，我啥也干不了。也不是唱歌，也不是跳舞的。您不会唱歌？我不行，唱歌不行，跳舞也不行。我就高中生进去的。我也是。但是你唱歌好啊。但我也是高中生进去。高中生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是艺校，就之前啥也没学过。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？就凭我绝对是独一无二。有一段在眼前闪动。下雨了，回窝吧，别玩了，下雨了。操作了啊，操作。为什么不懂，有爱就有痛。没有你会不痛。香干，对。完收工，吃饭饭。他已经好了，你在等什么，宝贝？我想把它烫一下。哦，好。姐姐还有啥要拿的？嗯，不用不用，我这个把它烫好，你不管了。可以啊，我就这样，可以。因为刚才那个鸡飞过，对，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点，就得全部都得弄。是的，这个好像放不下了，我就搁这儿。我拿过去吧。嗯。啊，烫死了！筷子在这里哦。啊，谢谢谢谢姐，把它发一下。很烫啊，小心。
你先坐呗。我坐哪？你挨着新城。万茜，你坐这儿。好的，好吧。绝了，绝了！红烧肉。辛苦了，黄老师，欢迎大家。辛苦了，吴越老师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开心。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菜都是吴越老师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清理、整理。包括我们所有的碗，第一次在家里拿到滚烫的碗。一般高级餐厅那个餐具都是热过的。辛苦了，哪里哪里。嗯，姐姐辛苦。我想先报名一口这个烂裤子。烂裤子汤。破裤子。哦，破裤子 ，sorry。破裤子。为什么叫破裤子？破裤子，凤梨苦瓜鸡汤，破裤子看着就很好。那个，谢谢。破裤子是他的灵魂。啊，是我，哎呦，好好喝。嗯。哇。嗯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是这个味道吗？啊，是这个味道，真的很好喝啊。这里面一点鸡精都没放是吗？真的很鲜，特别好。你的鸡刚在那边夏恩大姐给杀了。哎呦，那倒没有了。哇，腊肉，好吃好吃。哇，这个笋是今天挖我们挖的耶。对，是非常好吃。拿这个，好，拿这个扒了。你要不要来啊？汗水啊，汗水。好嘞，够了。必须要来一点，非常嫩啊！我没想到这个笋一点都不涩，我以为毛笋会很涩，而且我以为会很老，这个我也以为是会很老。嗯，那个味道太了不起了，嗯，好好吃啊！我来搞个水煮肉片。肉上面有豆腐泡啊。嗯，黄老师，你啥也不吃啊？我在吃啊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你瘦了。对，我瘦了一圈。你看，下颌线都出来了。我现在没戴眼镜，黄老师脸是这样的。没戴隐形是吧？嗯，你这个也有度数是吧？我是300度吗？嗯，那我戴一眼。你也300度吗？哎呦。好清楚啊！哦哦，你来了！来了，宝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啊！一直演戏，看不见。你看我现在啊，吴越像这种字你根本看不见了。我看看啊，哎呀，看不见。就这种字你能看吗？不行，不要这样子了。所以你就是老花眼。我就是老花啦，我才44岁，我也太夸张了吧。但这个字，像这个字，你就看都看不见了。这个字，这个。就是混合产品下面你能看得见吗？后面两个字是牛奶，对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混合负责任。混合产品的后面，就是这四个字的下面。对，我在看。混合负责任的，好配森林。对。资源的纸板。哇天啊，我真的看不见了，我不行。那你也得老花了。哦。你多大了？你多大？41。万茜太早了，他也看不见了。我2年前就开始，不是放到这儿，我的眼睛肌肉它就觉得很放松，很舒服。我今年才在朋友圈发，这是我第一副老花眼镜。
我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，然后还配了粉红色，因为我以前不喜欢粉红色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上了眼镜之后对粉红色有偏爱。小安是这样，这个人老了以后就会喜欢五颜六色。哎，你看在三亚沙滩上有很多那种，就是一组拍照片就拿着那个纱巾。那倒没有，它就是五颜六色的。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粉红色。然后先不要说太早，过几年再说。我又近视眼又老花眼。对啊，他也是啊。你也是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处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做手术，我有点害怕。王老师已经劝我了，我都做了六年了。但你运气也是很好的，我有朋友做完干眼。还很不舒服。我以前是遇到一个干眼症的演员，然后他只能靠他自己情绪哭，他点眼药水瞬间就吸没了。对，他吸没了。就是说，但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他太紧张，然后他就不行，他不行的话那个导演就说点眼药水，然后他一点他就吸进去，然后一点吸进去，然后他就更紧张，换他点那个眼药水，那个化妆妹妹就更紧张，就点点点点点点点。而且不是说哭不出来怎么办，而是说一条一场戏要哭好多条。对，好多条。更惨的是哭得出来，但演的不对。这倒没有碰到过，这他是演到哪里去了呢？还有最惨的是没有经验的是哭得最好，演得最好的是拍大全景，人就这么大。哭出来词儿说错了。或者是哭半天词儿也对了，走位错了，一直背对镜头。好不容易过了，摄像老师说不好意思，那个刚没揉，没揉机，没揉机。这完了以后说声音不行，刚刚有飞机。一个比一个心酸，对吧？只有演员才能聊的话题，别人不需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哭不出来怎么办？反正我就当时我因为在横店的时候，拍古装戏。对，我正在演那边，就在那边放 Bruno Mars 的 Marry You， It's a beautiful night I'm looking for something。 对啊，我在这边演，老跳了。 Marry You， 对，我永远记得这一我好多朋友是在向往的生活里面认识的，包括黄老师也是。对啊，我就都是在向往生活认识的，因为我也没去别的地儿认识。你想我们在一起在一个剧组，我们也都话都没说过。何老师呢是谁都认识，因为他做的节目吧，他认识太多人了。但我跟吴越老师这么长时间待在一起，这是第一次。我对你印象特别好，还有李湘啊，第一次上快乐大本营是湖南台落地上海，嗯，然后很紧张很紧张直播。他们两个人在现场说，吴越，我们知道你很紧张，但是你不要怕，因为当时我演了个话剧，他俩都去看、嗯、他说我们都是你的影迷什么什么。哪个话剧啊？就亮犀牛啊。哎呀，说完以后一下就不害怕了。哎呀，我说他们真好。所以何老师在不用担心。嗯，特别好，就特别特别温暖，印象特别好。那这是你第二次上节目。第二次跟何老师应该是对做节目是第二次，这是他第一次上向往的生活。新城也是第一次，这里面返场的就只有你一个人，他们三位都是第一次。嗯，来到这么美好的一个树林里面。我来过三四次，我记得我来过好多次，最上一次都三年前了。对，太久了。旅行随心启程，即刻出发去往向往的远方。现在扫描特伦苏向往的生活活动装箱内奖卡，即有机会赢取9999元旅行基金大奖与多重乐享自然好礼，即刻开启更好之旅吧。找你。你姐这吊床干什么呀？咱去乌兰布和沙漠给它带上。沙漠哪有树林让你打盹啊？不了解了吧？乌兰布和沙漠绿洲有9700多万棵树，天然有机生态奇迹，特伦苏沙漠有机的奶源地就在那儿。嗯，更好自然生态，孕育更好有机营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
向往的生活超级合作伙伴奥妙凝珠，用奥妙洗衣真三效。向往的生活影像记录官真我手机，超多年轻人都在用的真我 realme。 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官喜临门，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。特伦苏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。特伦苏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向往的生活耐用续航官绿源，绿源液冷电动车，一部车骑十年。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火星人集成灶，高端集成灶引领者。向往的生活行业指定金龙鱼外婆香小榨菜籽油，小时候的菜油香。快来尝尝我的手艺！等会儿吧，衣服还没洗完呢。洗衣服还要用除菌液才能洗干净细菌，还得要用柔顺剂，衣服才不会变硬。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好重啊！这先用哪个呀？到底用多少？洗衣服何必这么麻烦？试试蘑菇屋家人们都在用的奥妙三合一洗衣凝珠，轻松一泡，三效合一，真洁净，真抑菌，真护衣，八件衣服一颗搞定。奥妙三合一洗衣凝珠。你们是不准备睡觉啊？睡睡睡睡睡，马上睡，先玩会儿。吴老师，啊，老师您没带麦，好像说。你得带，你得带。洗完澡带麦确实是头一回。带，聊聊天，有睡觉前再站。好。那我前洗一个。那个吴越没来我这，我这非常快，我是五分钟，可以的。我上回来的时候比较惊，你知道台湾人说惊吗？紧张。哎，你知道，我特别喜欢来这个节目，因为我觉得就跟你们聊什么，立刻能接上，这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。上次就是在那哪儿嘛，湘西吧。张家界。张家界。张家界，特别玩的好玩。挺好。黄老师坐在那儿，感觉底下应该是个泡脚桶。我们还经常泡，你要不介意，一会儿我就泡一下。我不介意，随意随意。那我就泡一下吧。要不然继续唱唱歌？哎，唱歌！来，唱歌，唱歌。点什么？哎，小心新城被。黄老师，你泡脚吧。老师，你坐。新城说他要唱歌。他唱歌，我泡脚。哎，太舒服了，泡脚。嗯，现在看上去到位了。刚刚你他说你觉得脚底有点空是吧？对，现在到了。逗死我！发现这是什么奇怪的画风？干啥呢？那有珊珊的做面膜，这有泡脚，那有唱歌。怎么还用这个看手冲壶？手冲壶多少有点过分了。拿个手冲壶在这倒洗脚水，只有这一个烧水壶在，没有烧水壶。还是男生 key 对啦，我好喜欢这首歌，好听。这太逗了，这也太放松了。这俩门神，你看。好好玩，太好了。长得他心碎，我长得他心碎。
我要去睡了。睡吧，你卸妆睡觉。睡睡睡。去吧。你卸妆的东西有带吗？有有有。你要我帮你吗？太好了。这个是明天化妆的镜子。好，我给你放上面。这是你待会要用的。嗯。好吧。对。这是你洗完了以后可能需要用的，我先给你放外面。好。然后呢？这个。好，这个放外面。这个都要放在那里的。还有吗 ？Maybe 没有了。没有了啊、哦，那这边我先帮你关起来。你也太好了吧！你好可爱。那我们先卸妆吧。按一下，按到眼睛上。按一下再入，先按一下再入。第二只眼睛给你更新的，你别用这个了。嗯，对，第二个用这个先。对着镜子好不好？再来一下，最后一下，轻轻的揉哦，不要揉太大力了。到里面来，快来。好，来。谢谢姐姐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洁面乳，洗脸的。是不是我是不是重复了？你就洗一下嘛，都给你挤上了，快点了。你看你眼睛这里没洗干净的，是不是？这里，对，嗯，好。你多揉一揉，多揉一揉才可以弄水。闭眼。关键可以，都可以是有妈，就是当妈妈的人，有那个好了，可以洗脸了。你很可爱，走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玩在一起。当然。爱你们哦。啊，太逗了。对啊。那个关起来。好，给你弄。姐姐，我可能会打呼噜的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打你的。你们不会嫌弃我吗？不会。哎呦喂，你们俩怎么就，你们怎么全跑这屋里来了？出去出去出去，去去去，去，你也走。你要跑步吗？啊。我本来是可以跟你一块跑的，我曾经也是个天天跑步的人。那走啊。不行，我现在不有个恢复期吗？我不敢跑。哦，我去了。你去吧。哎呀，睡醒了。你睡醒了。嗯，很好，放松的状态很好。我上回来好像没这么放松。嗯，对啊，放松点好。应该这样，放松了好。我就大概也还半分钟才给你玩。啊？
早啊，小姐。早。饿不饿？喝奶吗？可以。脚很酸。这是。拉一下筋啊。啊。哎，你能劈叉吗？我以前可以，现在不劈了。你现在能劈多下去？不知道，没试过。这是我的极限了。啊，这啊，真的吗？不可能。真的。你扶着桌子可以能下更多。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极限了。极限了，这样很厉害了。哇，真的是极限了。哇，不行了，真的，我极限了。嗯，试一下。哇哇哇，你可以耶。哇，我真的是极限了。逛逛去吗？走一走。走。好。芊芊。哎。跟上哦。系个鞋带。哇，这个林荫道真的是很美，林间小路好舒服哦。但它这个翠绿色，就感觉就是那种照片里的感觉，对，就这个。这个绿在城市里很少，如果调成这个绿，它就会，别人就会觉得你会不会太炸眼，太炸了，对，太亮了。但真的就有这么绿哈。嗯。哎，你们不要动，给你拍。拍后面这条路，你不参加吗 ？H， 哇，这个绿绝了，好看。我第一次做这样的综艺，没压力啊？没有，特别放松。对，放松。确实好像来过了一天生活的感觉。要放松一点或者怎么样，你就还是只能做自己。尤其这么多镜头，这么多人围着放松，当众放松。对对对。当众放松其实有一点点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转换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估计别的应该没有勇气去。你很好呀，你非常好，对。主要因为你和黄磊很亲切，然后所有的氛围大家也很周到。我们回来啦！啊，哎呀，这个葱太香了。黄老师，哎，你看我们刚刚在茶园拍的照片。朋友们，我们趁着黄老师不在，没有没有，用我的真我十一 Pro 加来拍个照。好，来西西，麻烦你好不好？帮我拍个合影。哎，真行啊！这个是这样的，它是能拍出两亿像素高清大片的真我十一 Pro 加。你看这个照片，就每个人的表情都拍得特别清楚，放大之后每个人就猜出来都是单人照片。真是拍一张顶 N 张，对吧？两亿像素曲面屏啊，向往生活拍不停。对，可以上京东买新品真我十一 Pro 加，是吧？妥妥实现拍照自由。太好，来，我给你裁一个我的给你看啊。嗯。烫一下。吴越，你们家一定有一个消毒碗柜吧？有的，消毒碗柜还是挺好用的呀。那你跟海清，你们俩是不是挺熟的呀？我们俩特熟啊。你们俩经常交流养生吗？有的。乔恩，等它凉一会儿，这个可以。好。这个可以端上去了，这是炸酱面，我过了水的。好的，吃饭喽。走了走了，快乐的探险，令人快乐的、谢谢探水。何老师，我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弄好了，谢谢。
哦，谢谢。哦，好香啊，那，好好吃，来吧，让我们用我们的更好有机营养的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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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吗？好香。哎，要着急走是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我看到有一群美女在张望，我以为是谁。啊？谁呀？十二点新城要出发是吧？啊，十二点我就出发。真假这么早？等他吃完嘛，哪有吃饭还催人家的？放心放心。哦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？我以为三点时间还很充裕呢。你是三点出发吗？三点到。三点到，你开三个小时，你不得十二点出发呀？没算，没心想啊，三点才开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没事，来得及，踏踏实实吃。新城市饭量确实，他可以，他可以，他真的小伙子确实厉害。那我去把行李先装了吧。你去，你去。乌镇、季节、清晨你来玩。好，乌镇见。乌镇见，乌镇见。好好休息一下，车上啊。好嘞。转换一下心情，回去要专心拍啊！谢谢男女指导，一会儿就到去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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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您注意安全啊，慢点开啊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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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么神速哎！哦。为什么黄老师像有人给他打了个底光，特别的憨态可掬，帮我签字。这个光也太好笑了吧！那肯定是地上光反上来。对，所有人都没有，只有黄老师脸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光。昨天没有闹吧？没有，就发点儿，在床上卖个萌啦这种。我们这边听得一清二楚，又不好插手。然后他还要评价一下，就说哇，我们昨天这样弄好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呢。以后就觉得这三个人，你有没有想过别人要不要跟你一起玩呢？是你玩他们两个人呢？他是说我们可以玩，我们可以玩到一起，我们可以玩到一块。对，谁把他们回去把我拉黑？昨天是不是选床就选了很久？其实他们没有选很久，因为他选说我睡这里，你睡哪儿都可以，他们两个。因为我们想让他快点躺平。我想睡这儿，不不不，我觉得这里也不错，还是睡这里好。他想展开一个游戏，但是被我们灭了。异口同声说你想睡哪儿都可以，把我摁倒。你们吃饱了吧？吃饱了，吃饱了赶紧收拾东西吧。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。乔恩又来了熟悉的感人的节奏，对不对？上次乔恩就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因为黄老师直接说赶紧走吧，直接说出来了。我们也要赶飞机，因为我们也特别远，所以呢他们一直赖在那儿不走，我就说你们赶紧吃完走吧，我说我们也要赶飞机，赶紧走吧。就给我乔恩说可不可以到四点。对，我想到四点。你自己在这儿到几点我都不管，赶人家都是来赶通告，我们是通告赶艺人，把艺人赶走。你要带来一首离别的歌曲吗？对。哎呦，差不多该 say goodbye 了。然后你一弹完这个，黄老师走吧。还不走？不是，我是这样，别弹了，赶紧走吧。不是，黄老师可以弹，能不能边弹边走？因为还一边推着行李走，这也太催人了。
的洛阳，有一个清纯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怎么想。风车的四季轮回的歌，离开天天的流转，风花雪月的世纪里，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，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颗等你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要一睁眼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，我刚才青年唱歌的时候，看着这个，那个 H 还是小 Q 啊 ？H， 对，在那儿跟这个节奏特别搭啊、哦。完了又想到了我们昨天的画外音，就是所有关于老花眼的一切，在那画外音，眼泪一下就下来，说啊，我的青春没有了。我说你怎么就走了呢？好难受。真是没了，哪里不会没有？青春是真没了，真没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劲儿。总有比你年长的人，不是？总有比你年长的人，你不能往上比、啊。青春不就是往上比？咱已经不是了，啊，这是肯定的。逝去的就是逝去了，回不来了。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五个拍一张照吗？乔恩就是各种都不肯走，这是我要留你。西西，辛苦西西。啊，我在中间哈。对呀、啊，你发起人嘛。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
走吧。这就已经送走了，那么安静的就离开了。嗯，再见啦！别忘了啊，亲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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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都没有拥抱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来车上拥抱了，再见，吴老师，爱你爱你，嗯，我用精神给你们拥抱，来我传递一下，传递一下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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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走啊，慢点开慢点开，拜拜，你们辛苦了。再见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拜拜。向往的生活超级合作伙伴奥妙凝珠用奥妙洗衣真三效，向往的生活影像记录官真我手机，超多年轻人都在用的真我 realme， 向往的生活深度睡眠官喜临门，深度好睡眠床垫喜临门，特伦苏向往的生活，下节更精彩，特伦苏向往的生活现在继续。每周五晚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《向往的生活》第七季，会员尊享 Plus 满满直播等更多衍生节目。上小芒 APP 购《向往的生活》官方衍生品，和 H Family 一起乐享国货生活。高效养鸡的技术啊，我看一看这个书，怎么养鸡啊？鸡，浦东鸡，哎，上来就到你们上海的浦东鸡，你晓得吧？三黄鸡，上海。北京油鸡。惠阳鸡，浅花苏塞斯鸡，真的叫浅花苏塞斯鸡，苏塞斯鸡。树林放养鸡的饲养管理，这跟它有关系了。注意什么事项？就是一本正经的我们在这研究研究这个。我准备回去睡觉了，睡觉睡觉。晚安，亲爱的，明天自然醒，没压力。哦，这样的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对。我刷牙，你睡，我刷牙。如果是产蛋鸡，每天要补充饲料为40到80克。林地放养产蛋鸡，每天收蛋至少上午两次，下午一次。哦，你不收它不下。对，你得多收，上午两次，下午一次。明白了。避免鸡蛋在产窝蛋窝内停留时间过长，这样不仅不利于保持鸡蛋良好品质，而且容易出现母鸡抱窝现象。所以今儿去了，母鸡可能在这趴着，我一个人扔出去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《新浪综艺》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上微博进入向往的生活，在蘑菇屋树洞信箱留下你想对蘑菇屋伙伴们的悄悄话，一同见证双向奔赴。这本书咱没学，这本还有一个养鸭的，而且还有一个养鹅的。嚯，你想想。那个鸡我就起名了，肯德基，啊，家乡鸡，宫爆鸡，麦乐鸡，辣子鸡。